我叫张宏格，我演戏有10年的历史了。最初开始是不太支持的，因为收入也低，然后吃那么多苦，太大太阳底下一拍就12个小时走来走去，吃了很多苦，晒得黑黑的。有时候还被人瞧不起剧组。我也是看了刘德华的那个《天下无贼》以后，我一下子灵感突发，就学会了用。 睁着眼睛死，用眼球的肌肉控制瞳孔的这个放大和缩小，平均一年大概70-80次吧。7年呢，我760次差不多。